欢迎嚟临香港，现在当地时间下午6:00，气温为28°，请留意上车都可以安全停定，系安全带等我先，未知有请小心打在上行李柜避免物件跌下，离开嘅时候请收拾或者随身行李物品，包括手提电话及平板电脑。我今日旅全力机场员就职及乘坐乘坐香港高飞航班，无关航空服务，请慢些到场边，多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Hong Kong. The local time now is 5:16 in the evening, and the temperature is 28°C.